再来看到歌手萧敬腾今天下午在西门町举办了签唱会，这个排场非常的气派，不但呢坐着一辆复古型的劳斯莱斯敞篷车，还走红毯来出席，而即使这个烈日当空热翻了，但是歌王的魅力还是吸引了大批歌迷到场力挺。终于举办签唱会，萧敬腾下午在西门町演唱新专辑主打歌《Kelly》。我只确定人心中最不能错过的是爱。老萧不止唱功了得，耐热的功力更是惊人。大太阳底下，他竟然穿的是超厚的长袖冬季宣传服，还可以，我还撑得住，我觉得这样很好。为了耍帅，当然要忍耐。而萧敬腾的演艺之路越走越顺，不止专辑张张大卖，新拍的电影也将在八月上映。被问到票房，老萧老神在在。我对专辑都没有压力的，我对票房为什么要有压力？萧总，虽然这部片在大陆上映不到两天就撤档，萧敬腾还是耍酷表示没在怕。而演技粉丝挺不挺，就等八月票房见真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